安尼趣味趣味啊，大家欢喜就好啦吼。哦，大家莫用迄落有色的眼光啊，就大家欢喜就好。讲天堪要说在讲一个，大家唔免惊歹势嘛，爽就好，啊，自势歹无要紧吼，大家会欢喜就好。吼、哦，因为咱特别隆重，甲咱去办咱一年一度，真正很隆重的平安喜吼。哦啊，嘛要来个唱，大家一旦家庭永远拢坐起嘛呢，像咱这乡亲时代好朋友安尼吼，永远拢这么幸福美满、健康佮快乐。感谢你，然后一个健康的心理，才有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啊，所以讲唱，大家当身体健健康康，唔免食威尔刚，大家等下找伊个无敌铁金刚吼。感谢你，谢谢。来，那么咱节目速速过来个安排介绍，我阿爸来，来请请问多少位？来。哇！来曼君，好来曼君哈。谢谢，安排凌乱的人生。来，那凌乱的人生哈。哦好，来，那么咱共同欣赏。来安排，我那是感觉天后吼，感觉天后。好嘞，那嘞曼君，好来安排。来介绍，好来咱嘞吉秀。来非常好听的一歌，来我们的帕婆过来一个，感谢感觉天后曼君小姐，感谢谢谢。Thank you.